零用钱哦，310块的剑，可是 Fake 那么每次那边哭，每次都在那边哭哎 ，Fake 啊，捡到饮料了，我不客气哦，天然呆，哇，你是智障吗？我看看你们能不能要一点便宜一点的，310我，我买不起啦。我想要捏那一只奥运的马、欸，这样好吗？你看身体是可爱、悠闲、帅气、丰满、结实，当然是丰满啊！你看这个脸有多可爱，蘑菇头。长发，这个不对吧？嗯，哎、欸，超讨厌帮马绑辫子那类的。你的眼睛，偷鸡眼，好可爱。真实的马的眼睛好可怕，大眼珠。我很喜欢这个哎、欸，但我也很喜欢这个哎、欸，这个好智障哦。可是我觉得你的刘海这样子不行耶、欸、你的刘海能不能长发然后不要有前面啊，不行啊 OMG OMG 哎呦，你看这个旁边就是会这样子破图破图的，讨厌，这样太短了，庞克头很疯，可是有点太疯了，很像美蛙颜色，身体颜色也要改，明年创造营505没有这匹马我不看怎么样，你们想要堆一匹马怎么样，你们想要染它的毛不已经很那个了，还染皮肤，我的天哪、啊、好了，这样好像相对的就是可以觉得它不是一匹马，它感觉是某一种异兽好啦，你就长这样啦，大家都嫌你太普通了，大家都要把你改成这样，我也没有办法，要怨就去怨这些聊天室的人要怨就去怨他们吧，就这样吧。什么马成为同伴，嘿嘿，好大只哦，好强壮哦，好可爱哦，嗯嗯啊，马的名字要怎么办，怎么办才好呢？就让汪娜决定吧。嗯，马叫什么名字？我要叫它……我想看它的配色，它的配色这样子哦。哇，你们学名字是怎么回事？翠绿白色还蛮可爱，抹茶千层蛋糕也蛮可爱的。我要叫它，可以叫十个字哎。直接不管，叫胖瓜怎么样呢？胖瓜，鸟子你觉得呢？胖瓜不错嘛，嗯，很可爱啊，那就决定咯，那我们卫星同伴胖瓜，干杯！是八毛在放屁吗？对，一定是他。暴上女妖很多哎、欸，哎，别哭别哭，哎、欸，没被骗。啊，费克！第一次的随性行为不在意，哼，不在意，哼，倒是变得很谨慎。八宝天然呆。打这个，呵呵，要假哭了，不会被骗的。你看啊，活该。哎、欸，啊，我也好没用啊。哎、欸，还算有用，哭啊，
直接跟他说你哭啊。小亮，要不要赌一次猜拳呢？赌一次猜拳的啦，赌一次猜拳的。来，聊天室觉得是什么？我闭上眼睛，等我张开眼睛看到第一个，我就相信你。剪刀，我看到剪刀了，来。剪刀，你看，好贴心。再赌一次剪刀，我再给聊天室一个剪刀的机会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我连看两个石头欸。不是，我就是看聊天室出两个石头我就选了齁。我想他作弊，我不会相信他的。你们两个去看电影吧。这部电影，听说爸妈有参与演出哦。是哦，好厉害哦。爸妈演什么角色啊？主角啊？的朋友的家里的狗，这样啊？你要是很在意八毛，汪奶也很在意八毛。哇！你们两个怎么了？没事，什么事都没有。真实世界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。天哪！活该被打。好闲啊。好，来改变形象吧。欸，你等我一下哦。久等喽。简直像是换了一个人啊。吓到。310。青铜铠甲欸，那我的武器呢？920。好啦，310的买一买啦。很可怜哦，虽然蜜蜂装比较可爱。你去死吧！你去死吧！我想你还是吃屎吧。大家都有跟上来吗？你起码说什么屁话？屁股要裂开了，蛮好笑的。好想养狗啊！你家已经有一只烧饼。Pig， 你要买什么？这个也不是不行啊。